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。这都是供应商们强塞给我的名片，毕竟何印总裁亲临现场，商家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好吧，我承认了，是给你选的。本来只想选几样，结果看着都挺好，就全都买回来了。哦，这是我在古茶镇的外货商店里买的，来自温莱的蜜茶饼。听那边的茶商说，蜜茶饼特别好吃，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呢。除了蜜茶饼，这个茶叶粉它也……怎么了？眉头都皱起来了。是啊，为了赶进度，出差这段时间，我都通宵好几天了。可惜啊，接下来我还要去一趟温莱。嗯，何印准备在温莱投资一个项目，我决定先去实地考察下。不过这次不会很忙，考察工作也很简单，空闲下来还可以带你一起去当地的旅游景点逛逛。温莱还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之一。姐姐，要不要考虑一下陪我一起去，顺便监督下我的饮食起居？对呀，比如白兰山庙、甘濑云海、茶香索道之类的，你看，是不是一看就很好看？
被你猜到了，不愧是律师，果然洞察力敏锐。那我就正式邀请一次好了，愿意和我一同去温莱度个假吗？等我们到了景区酒店，风景会更好。这个嘛，我先保密。那当然，提前剧透就没有惊喜了。总之，姐姐你就安心跟着我走吧，接下来几天，保证让你满意。瞧这些星星点点的光，是萤火虫吧？我才没有偷看你，我只是刚好看过来而已。这就是兰纳村了。别看它是位于甘濑群山中的小村庄啊，这里可有着最淳朴的温莱民俗风情。我听说这里有专门为外来游客准备的休闲活动。是啊，为了游客能获得独特的体验，这里的休闲活动基本都和温莱的风俗紧密相连的。两位去亲身体验一下就知道了。听太多介绍的话，会失去体验的乐趣哦。我也是。
是有一点啊。会的，我刚刚跟他交流了一下。人们说跟植物说话，植物是可以听到的。不是有人做过实验吗？对着一盆植物每天表达爱意，这盆植物最后成长得相当茁壮。嗯，我是告诉他要坚强地活着，等他健康长大，他的爸爸妈妈会回到这里来看他的。想去这里体验民俗风情？行，只要跟你一起，做什么都行。这就是甘蓝山百年闻名的古商业街甘赖老街。它建于百年之前，是古温来国时期啊就相当出名的一条商业街，至今仍保留着部分老城墙。没错，它不仅是温来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，也可以说是甘赖山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。如果你们留到晚上，还能参加夜市活动。在没有电，人们只能以烛火照明的时代，每到夜晚，这些烛火就会渐次亮起，连绵成片。他们本来是用来给那些远处归来的人指路的，后来商人们就在此摆摊吆喝，慢慢的成了一种传统。那我们就一起参加这个夜市活动吧。Thank you.
这条街上的民俗产品比特产店的还要多。大概是因为在温莱，送花环有着特别的含义吧。情侣之间互赠花环，代表着互通心意，长长久久。不过要我说呀，买来的花环意义还是不够深刻。要说有诚心，还是亲手做的更有心意吧。姐姐，有机会我亲手给你做一个。我才没有偷看你，我只是刚好看过来而已。两位，看见这片一望无际的茶园了吗？现在啊，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温莱著名的茶耕古径。百年前啊，勤劳的甘濑山村民们在山中开垦山地，种植茶树，他们将山坡一点点改造成茶园。而他们走过的道路呢，也渐渐形成了独特的小径。这条小径啊，就是呈现在二位眼前的古径哦。哦，对了，在浏览过程里，二位可能会遇到前来写生的人，到时候还请不要打扰他们创作哦。啊，好了。要整个浏览茶园的话，从这边进。
累了吗？天气预报本来说会有阵雨，所以我还特意带了雨伞。没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，可能老天爷都想让我们好好享受下这里的风景吧。我现在有点明白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写生了。这里的风景，的确能激发创作者的欲望。放心，我没打扰他，只是找他借了纸和笔。风景这么好，不画些什么可惜了。正好你刚刚闭起眼睛聆听风声的样子，给了我灵感。我想把它画下来，成为我的独家记忆。我才没有偷看你，我只是刚好看过来而已。
也不知刚刚是谁非要拉着我抄近路，让导游先走，结果绕了好大一圈才上山啊。总算赶上了，哎，我说，两位客人脚程可真快啊！你们走的这条路可是最绕的，没想到还能比我到的早。话说，我看到山路边有几丛漂亮的白色兰花。是庙里的人特地栽种的吗？啊，不，这是我们当地野生品种的白兰花哦。每年这段时间啊，都是白兰花的盛花期，盛开时啊，这座庙就像端坐于白色花海里一般。山庙周围都是白兰花哦，两位可以尽情观赏啊。哦，对了，除了欣赏寺内景观外，站上寺庙背后的观景台，还能俯瞰甘濑山的全景哦。我记得这个观景台还是个热门打卡点呢，姐姐，咱们要抓紧时间了。
啊，什么？是特意为我求的？那我可得好好收藏起来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怎么在许愿台那边一脸虔诚地闭着眼站了那么久？到底许了什么愿啊？我猜猜，是跟我们有关的愿望吗？我？我在全神贯注地看你，哪还顾得上许愿？开玩笑的，我也许愿了。我的愿望很简单，你想知道吗？许愿这事讲究一个心诚则灵，只要够虔诚，神明就会听见你的祈求，然后替我们实现。Thank you.
想去这里体验民俗风情，行，只要跟你一起，做什么都行。没办法，现在是旅游旺季嘛。甘濑云海的日出美景，据说是温莱不得不看的十大美景之一。好多人说不定半夜就来排队了。看旅游攻略，好像是要沿着石阶徒步上去，但上山的石阶那么陡峭，人又多，要走起来还挺麻烦的。其实两位啊，可以坐我们新开设的观光缆车线路上山哦。不过这个新缆车才投入使用，园区方说啊，是一条全新的路线。据说啊，会看到隐藏的美妙风景哦。怎么样，要坐吗？
来。还冷吗？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整个山的全貌吧。你看那边，这里山形环绕，又浓雾四起，在这种环境里不分昼夜的迁徙，结伴而行是最好的选择。有些羡慕他们，自由自在，却有所依靠，真好啊。这是我听过的全天下最动听的话，姐姐，你以后能不能多对我说几句？甘濑云海的山顶风光最漂亮了，姐姐，早点出发去看吧。
瞧这些星星点点的光，是萤火虫吧？现在我们来到了甘濑山著名的瀑布清泉瀑布。这个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在此汇聚，便形成了这样清澈的瀑布。哦，对了，这也是我们这里的打卡圣地啊，在网上非常火爆哦。赞同，确实很适合。导游先生，这道瀑布哪片区域适合拍照啊？拍照的话，这一片水流都比较急啊，站在这里可能会打湿衣服和相机，我带你们去那边吧。
那是，毕竟本人无论摄影还是拍照都造诣颇深。不过也不完全是我的功劳，也得益于导游告诉我在哪几个角度能捕捉到彩虹的踪迹。其实导游还告诉我一件事。在瀑布前见到彩虹的情侣，如果亲吻的话，他们的感情就会被爱神守护，如同彩虹般美丽。所以，要和我交换一个约定的吻吗？比起购物，我更期待跟你一起欣赏甘濑老街的夜景。两位游客看这边啊，现在我们面对的呢，就是著名的茶香索道。它是整个温莱最长的滑索道哦。没错，这里啊可以直达山下的茶园浏览区，感觉还挺方便的。可不仅仅是方便啊，我们的缆车是高空垂降的，为了给游客飞行穿梭在林间的感受。啊，穿梭林间，听起来很刺激吗？我想不想是不重要，你喜欢才重要。跟你一起做的事，我都很喜欢。那两位请到这边排队。
你怎么了？只要不低头看下面，就不会害怕了。是啊，我还好。姐姐，你也不用害怕，因为我就在你身后嘛，我保护你。那咱们等下再去做一次吧。哎，其实我在滑行的时候倒是想了不少事呢。比如要不要投资增设一个双人滑行的项目，这样下次我们再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在你身边与你并肩同行了。我才没有偷看你，我只是刚好看过来而已。游客们，我们马上就要抵达位于甘濑山南部山脉间的清茶公园了。它可是有名的避暑胜地，公园里有大片茶园，附近还被花海环绕着，气温比城市凉爽许多呢。没错，所以啊，会有很多鸟儿在此栖居，清茶公园可是鸟类爱好者的天堂哦。据记载，有超过383种的鸟类呢。哎，没错没错，有些亲近人的鸟类啊，会停住在公园的喷泉前，可以购买他们的饲料去投喂。啊，这张是粉色火烈鸟，这个颜色真罕见，居然能在这里看见。走吧。
你跟他说话了吗？我就说，为什么突然有只鸟扑过来啄我头发？还好我嫌弃它的声音没有录进去。每次都是拍照，多没意思。我想拍一些纪念小视频，然后剪辑成旅游影集。片尾还会附赠我的独家赠语哦。现在保密，回去后再告诉你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是啊，不知不觉，旅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旅行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去做些有纪念意义的事吧。来，我们去这里怎么样？相信那里的风景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看来我没选错，你很喜欢这里。不，我就是在确认回去的航班。这次出行前，何印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人手，足以应对我不在的这期间的一切事务。别担心了，难得彻底放松一次，我们就把那些凡尘俗事抛之脑后吧。现在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跟我来。
戈兰花在温莱被视为生命和美好的象征，而且没什么，我们走了半天路也累了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来吗？没想到姐姐这么主动。我很开心你可以陪我出来，像这样和你一起置身花谷，哪怕只是静静坐着什么也不做，也让我足够满足。谢谢你，这次出行，因为你才有了特别的意义。送给你。在酒店里对着视频0.5倍速现学现编的温莱流传的古法编织技术，那手法相当复杂。那天在夜市上听到温莱有互赠花环的传统后，我就想亲手编一个送给你。怎么能算第二个呢？之前那个不是说了不作数的吗？
这就是心有灵犀吧。没想到姐姐你会跟我做一样的事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花环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你就把我给套牢了。幸亏我有经验，姐姐你看我是不是应对得很好。是吗？不用，我觉得这张照片构图清晰，主体突出。嗯，很好很好，我相当满意。专不专业不知道，但你是我的专属摄影师。既然这个花环是约定的花环，那按照惯例，我们是不是要交换一个约定？以后每次出游，每个值得纪念的瞬间，身边都有你的存在，年年岁岁，朝朝暮暮。不过珍贵的纪念花环照怎么可以只有一张呢？我们来张合影吧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别跑啊！